我哋要洁净自己嘅，就系要洁净住我哋所有里面心中所有所有嘅依恋，唔正当嘅依恋。嗰啲嘅尤其是嗰啲依恋，系令到我哋离开天主。各位试下谂下，而家即刻谂下，我心里边有乜嘢嘅依恋，令到我远离咗天主？你试下谂下，我相信你哋即刻谂到好多，系咪？好多。那些就是需要我們淨化的，那些就是要我們每一天去來依賴著天主恩寵去來淨化。如果不是的話，你會發覺我們依戀著這麼多的東西，不要說在天上不開心，而在地在我的世界都是不開心的。所以各位，藉著短短地這兩點，他們提醒著我們，這個諸聖節的是需要淨化，但这个净化需要靠天主的力量，要承认祂是万物的主宰，然后我们去藉着祂的恩宠，祂来净化着我们所有的依恋的。